什么？什么事？帮我擦背。好，我们准备好要下海了。疯狂留言想看体育课老师打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老师都还没有好好认识我呢。啊，其实呢，我是泽瑞的。对，我们已经下宜兰了，这边天气也太好了吧？我们今天到底要来宜兰干嘛？宜兰，告诉你们，前几天都是你们的主场，跑步、骑车，我都在那边落后，我整个都就不开心。今天我要带你们来冲浪，我的主场，耶、yeah! ！冲浪哦，嗯，不太行哎，你可以吗？冲浪是什么？其实我也才刚入坑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带你们来体验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我在海上的影子。好，等一下两位加油了。没问题，我是陆上运动学系，希望在水下应该也不算水下，我们在冲浪板上，嗯，还有机会啊。你是水性吗？红你说，你游那么多不会沉下去。你扶得起来的啦，可以啦，冲浪板可以救你，他一定把可以把你扶起来，对吧？什么事？帮我擦背。哦。哦。要认真擦哦，你要擦均匀哦。很均匀啊，均匀我才可以擦得够久啊。第一次擦到那边很痛。哦。看我好害羞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是真的很痛啊！大家上一集我们这个排球脱衣挑战的时候，疯狂留言想看体育课老师打，这不就来了吗 ？Ready？ 之前我们一定要下海吗？对，我们都要是下海，有点恐怖哎。下海没错，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生命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来先学一些基本动作。可是因为我本人也不是什么专业的，你知道 ？OK， 对我也只是一个喜欢冲浪的人，所以教你们一些基本知识，让我们在海上是有安全的。等一下，假设我们现在在海里面，来跟我一起。对，好，我们要准备上去板子的时候呢，手扶在你的板子两侧，好，然后像你的，就感觉像你的床要趴上去、跳扑上去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你的身体这样，趴上去，有点像伏地挺身的感觉。嗯，好，进来的位置呢，要注意你的脚趾头要在你的板的最后面一点点可以踩到，然后手呢要在你的胸口两侧撑着。好，有没有做过瑜伽？有吧，有之前有做过。上犬式怎么做？一二三，很好，以前学的都有记得。好，来下来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你在海上呢，如果遇到浪的时候，你在板上，你要不要被浪打下去，你要做一个上犬式撑板的动作，所以撑起来。对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非常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我们要能够站起来，小兄弟们站起来喽。OK， 不是吧？刚下海，现在站起来。对，要站起来，要很努力的站起来，而且要持久哦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手撑在这边很重要，把你的身体撑起来一点点之后呢，你的后脚要跟着
滑着你的板，沿着你的板子滑起来，站蹲到这个位置，好，蹲着，哎，泽瑞已经超前进度了，不错。好，前脚呢要跟你的板子保持平行，站好，然后后脚呢有一点点这样拐脚的感觉，好，然后脚蹲着横向，马上站起来，来到你的蹲姿的位置，让你稳定之后就可以站起来，然后随着你的浪前后摇摆，在下海的位置。OK， 好，所以非常重要，这个动作叫做起程，就是你成功起程了，站起来。那转合吗？起程转合，我们可以在上面一起做。好，起来，走，滑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啊，有点肢体接触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等我哦，这一只脚放下去，预备。OK， 好，准备起来的时候，这一手弯，这一手直。好，站起来。好了，稳定的手就可以放下来了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像蜘蛛人一样。好，看我跟我做一模一样的这样。好，起来，重心放在中间，手在前后。你怎么那么丑？最在行的就是沙雕啊。看不出来吗？那么明显，蝌蚪啊。今天池被浪冲了，我没有冲到浪，我爬都爬不上去。我很担心你未来如果要参加任何水上活动的话，是会有生命安全危险。我那个是……他不会，他会浮起来啦，够油可以浮起来。大家好，终于有机会跟大家认识一下。大家看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影片的我，是不是都还没有好好认识我呢？好，其实呢，我是泽瑞的学妹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契机才加入泽瑞的频道，很开心。然后，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觉得生活丰富了好多。那。其实我的专长是舞蹈相关，所以大家在看到我的时候会觉得，哎，其实我的运动细胞比这位好多了。对，所以如果之后呢，大家有希望看到我做什么样的主题，做什么样的活动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们都会去参考，然后或许有机会选中你的留言去做尝试。我是小 U， 我是泽瑞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多刷几次这一集，不然我们之后就没有机会来海边了。好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